然后我们走的是美国的 Highway No. 1，就是上网一直看到说风景很漂亮的一号公路，然后这里就是沿路的其中一个风景，我觉得是蛮舒服的，也漂亮。然后我们再去下一个景点。Davenport Pier， 然后它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它 by right 应该是一个海上秋千来的，可是绳子不见了。它这边其实有一个 trail， 就是可以这样子走下去，然后其实蛮斜的哎，然后我就不敢走了，所以我们就远观就好啦，给你们欣赏五秒钟。今晚住的好特哦，长这个样子。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小镇，叫做Monterey。因为如果要继续驾去 LA 的话，要5个小时多，接近6个小时，就觉得太危险了，所以我们就选择在中间住一晚，再来吃晚餐。然后有发现小宝藏，就是哇，这个小镇还蛮漂亮的晚上，然后街道全部都是吃的，就是都是店。Let me show you guys， 你们看。很漂亮，有没有？它有很多吃的，有，这个咖啡，有 donuts， 然后有华人餐，然后它整个街就是这样，都是吃的或者是一些小店，很漂亮。对面还有这个 tobacco shop， 应该是卖烟草的。哎呀，差点跌死。然后他们的戏院是长这样的。电影中的那种戏院 ，Oh my gosh， 很可爱，因为想开 ，Oh my gosh，
早安呐、啊！今天是1月24号早上10点，我们已经从这个 Stargazer Inn and Suite check out 了。现在先要去一个小镇，叫做 Carmel by the Sea 卡梅尔小镇。我们就去那边走走，然后往 LA 出发，先去填饱肚子，吃个 brunch。叫做 Carmel by the Sea， 它就是说很像一个童话镇这样子的。